好，来，在这一边，他告诉我 f inverse g 等于这一个，然后 express g in term of function f，所以我通过他给我的 f inverse 这一边，他的 f inverse gx 等于6x 加8 per 1减9x，所以我可以把 f inverse 搬过去，所以我的 gx 呢会是等于 f 括弧 6x 加8 per 1减9x，OK，就是这样了。OK，好，然后在这一个，他讲 hence or otherwise 找 G2，所以我要在这边找 G2 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我结合起来，就是说我的 GF 里面放 F inverse GX 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个 F 跟 F inverse，它这个就其实会变成 GF F inverse GX。然后这两个合起来，它会变成 x 嘛，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 g2x 这样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直接找我的 g2x 等于我的 gf 里面放 f inverse gx。OK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gf，OK，gf 里面放 6x 加8 per 1减9x。然后它就会变成5减4括弧 6x 加8 per 1减9x，然后2 6x 加81减9x 减1，这样。OK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处理它。OK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就每一个乘1减9x 乘1减9x。乘1减9x 乘1减9x，然后你这个跟这个可以约，这个跟这个可以约，所以它就会变成5括弧1减9x 减4括弧 6x 加8 per 2括弧 6x 加8，然后减，然后1减9x，所以它就会变成5减45x 减24x 减32，然后在这一边我有2，然后6 6 22 12x 加16减1加 9x，所以我这一边就会变成减69x 减37，然后下面是21x 加15，OK，所以它会变成，7x 加5，这个32减32加5，减32加5，减27，这个是减27，OK。好，这些都是那个三的倍数，我把减三抽出来，它就变成32623x 减9，然后这个我把三抽出来，7x 加5，然后我的三跟三约，然后它就变成了那一个我再把这个减乘回进去，它就会变成，哎没有，这边其实是加来的。OK，减括弧23，所以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这个三不用乘进去，这边是加，减括弧23x 加9 over 7x 加 5，OK，所以23x 加9 7x 加 5，OK，好，来，这一个是第一种方法。然后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说刚才我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这一个东西，我的 gx 是 f of 这一个东西，OK，这一个是我刚刚拿到的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我还有这一个东西，OK，这两个 information 我结合这两个 information 来看，OK，我的 gx 会是这一个，然后我的 gfx 会是等于这一个，所以
在这一边呢，它就会变成，我的 GFX 会是等于我的 F6X 加8/1.9X，然后5点不用讲，另一个方法我其实，OK，我过后想到我再找，然后过后的这个 G2X 等于减 X 的时候，就我们的这个是我的 G2X 嘛，OK，然后 G2X 等于减 X 的时候，这个就容易了，这个就在这一边我就直接G2X 等于减 X，所以减 X 等于减23x 加9/7x 加5，然后我的减约掉乘过去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7x 加5x 等于23x 加9，所以 7x 减5减23的话 8x，然后减9等于0。然后我在这一边3721，然后3729，3721对，所以我有 x 跟 7x339，然后加减21加3，所以我的 x 等于3，然后还有 x 等于减3/7，OK，所以 x 等于3还有 x 等于减3/7。然后 x 等于减3/7 reject 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要 positive value 而已，所以在这一边我这个要 rejected，OK，okay。